今天讲述高跟鞋的主人在这里圆满告一段落。那
特别再次的感谢在场的每位亲爱的嘉宾、好朋友们，我们一连串的高跟鞋的活动精彩的登场了，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一整天的活动啊、哦！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现在大会报告，寻找于爱敏同学，请你去找徐牧师，于爱敏同学，请你去找。